把生命唱出来，而不是对表演者表演。是。把情绪做出来多一点。是。然后我会帮你去做修炼的动作，你就照着做。好。就是表演着重在你不是表演给观众看，而是对着自己内心去唱声音，这样的表现会很有意思。了解。OK。你的麦克风是有没有办法再收一点？收太是甩太多了，卷太大圈了，还是怎么样？这样。